爱抱拢，真情沧桑，敢是注定你甲我今生今世无缘再相逢？啊，你互秀慧骗唔惊，卖愈老愈糊涂。啊，我头壳正清楚滴，我无咧糊涂啦。我真知影讲哦，伊是毋是我的查某囝？我嘛知影讲哦，你是毋是有真正的友好啊？爸，你莫激动啊！爸是你叫的啊！爸爸是我一个人诶，秀慧就无法度甲伊抢去啊！你讲甲免想。素玲，你是咧惊啥？你身躯流是爸爸的血，只要你好好甲友好，无人抢会走。你莫伫爸面头前假好水做好人啦！恁这款人心肝受伤，我上清楚啦！你甲我出去，出去！你妈，你咧姊妹愈我爸愈伤心。谁讲你是姊妹啊？未见笑！你上好赶快甲我出去啊！若无我会找人对付你。出去！你甲我出去！素玲，素玲啊！嘿，你伫我面头前都敢安尼乌白来啊？无啊，你心肝内有我这个老爸啊无啊？爸，你若搁为何伊？就莫讲我无尊重你。你不准你对人啊！也不是，爸爸，大概哪有人半路出来认老爸？不管是虾米好，你就乌白认，那谁吃你呢？你搁讲讲，我唔知要对干，你大个拢好，啊你我算啥？你算啥吼？你家己心肝来想清楚啦！你家己有想法吗？无，几落遍，我你安尼气到安尼，目屎要流都流袂出来。到尾啊，我毋是原谅你，你有反省啊无？无，也袂用去体谅人对你的苦心。靠讲我安尼哦，伤过疼你，伤过疼醒你，愈做愈厉害。我对你哦已经足失望的啊啦。拢是你啦！一定是你放我给阮爸吃，吃伊个规心肝叫你放去。早知影，我就两早甲爸爸送去美国，就袂伫遮受伤气。素玲，自细汉我是安怎甲你教，哪会教到你安尼哦，这么怨妒人，到这个地步啊，你还搁咧怪你大姊？我怪伊袂敢来霸占咱家的财产。你是惊人来分你的财产？所以，这阮妈所有一切，是阮偷偷把阮送出去外国，安尼，阮永远无法度能甲历史啊相连啊！啊！我是无爱你，搁让人去骗去啊！这个世界上哦，敢若你会骗我尔啦？你已经害我真切心啊啦！早人知影你这款心哦，当初都无应该把你生出来。爸爸，你哪会讲这种话？敢讲你真正有分历史就无爱我？爸，我会放弃继承财产的权利。无素玲安心，无这计划有凭证，那是无可能的代志。你明知影阿姨一定会替你争财产，你怎么条件讲得这么好听？你有够干巧！财产，财产，你的头壳人哦，干那样财产尔啦。嘿，做人敢爱这么自私哟？你讲我自私？敢讲你真是爱帮人就不爱我？婷婷，阿公不爱咱啊！伊袂阁疼妈妈，袂阁惜婷婷啊！素玲啊，你哪会用个踮在婷婷的面头前讲这款话啊？我讲讲唔对，婷婷，你看我详细，伊就是抢阿公的人，你大汉了后绝对袂原谅伊。素玲。这囡仔这大汉啊，唔捌代志，你著教伊咧嫉妒别人，嘿，哪会出你这款老母下你啊？我无可能白白被人欺负无妥的，呀，咱入去。素玲啊，素玲！爸，我讲素玲哦，已经失去你弟啊啦，你什么讲啥伊拢听袂入去，我来先来走。哦，出个少查某囝吼，这有影吼，明明会我气死啊！你莫生气啊！素玲的个性啊，我真了解。
伊这样虽然有较自私，啊，不过伊不是一个刻薄不好的人，伊是只是无爱做教书的身份，所以也失去你弟，讲话就较少过，把你唔通放伫心肝内呢。唉，虽然怨叹讲哦，当初找无你啦，不过对老母哦有亏欠，所以我才甲疼甲心，想袂到讲哦，这样颠倒害伊。好了，爸，你唔爱阁伤心。 总讲一句哦，拢是你若做过害。爸，虽然讲我幼母有做了较过分啦，啊，不过我刚刚怎讲，我是因强勇大汉的，因对我来讲也是真大的恩情。爸，叶叔啊，你也敢替你讲声，我袂原谅。当初是你若是甲我交流同海，我命运毋是更加凄惨。 我是希望你会当原谅我养父甲养母，莫阁为难伊啦。啊，这代志吼，阿爸咱再阁讲，先来看恁妈吼。来，叶主啊，你等我好好小等者。现在你小陪者，我来今仔吼，小心理准备。 出去哦！天佑啊！来见。哎，好好，倒着，倒着，过来，慢起，慢起，慢起。哎，我看到人哦。有啦，有啦。 我已经看到我了，哪只狗啊？你看到哪只狗？伊是台主的养母。无唔对啦，已经承认啊啦。而且哦，也佫确定讲哦，丽珠就是咱的查某囝，无唔对啦。丽珠，丽珠真正是咱的查某囝。是啊。来，景啊，总算互咱等到。 天公伯啊吼，真疼惜啦！咱去鬼门关哦，还阁有法度通找到人倒转来，阁当我咱找到恁查某囝。哎，你讲，丽珠哦，就伫咧外口，我来叫伊吧，吼，你等一下啊！哎，等咧，先咯，你讲，这三十年来。 就是咧期待见面这一天，根本你袂讲伊甲见面者。我当然想要见伊见面，不过我，哈，你搁咧张图啥啦？人咧丽珠啊吼，嘛足着急的啊。伊进前吼，还不咧问我讲，谁人因为你唔肯见伊个面啊？啊，我是甲讲吼，对伊物件，还无确定讲你是伊个查某囝。 所以才唔敢甲伊见面，他起码都已经确定啊，搁咧拄拄啥货啊？天佑，好啦，想啊做啦。丽珠啊，还搁咧要讲哦，是毋是当时你甲带去安尼酒家去出群，所以一定真怨恨我。丽琼，你唔安尼胡白想。 丽珠哦，一点仔都拢无怨恨你。拢是我唔好，是我甲蔡丽娟花开。天佑啊，我袂用甲伊见面，你叫伊走，我袂甲伊见面。丽琼啊，你是安怎样啊？三十年来哦，你安尼思思念念，嘛是咧念这个查某囝尔。 即马已经伫咧外口，你敢讲甘愿安尼伫咧放弃上？唉，早来知我就卖找，凡事伫伊的心肝内，伊的亲生老母是一个阻碍。
善良的妈妈，不是亲像我这种，在风尘界打滚的查某。袂啦，袂啦，你的心肝真善良啦，谢谢这种北堂的老母。今嘛只要吼，你若见一面吼，咱一家口就拢团圆嘛，吼，丽兄。等下出着去未？是不是会好你吧？哦，丽君。阿妹，阿姨是安怎？丽珠姐真正是你的查某囝？刚刚你敢不相信？我不是伊的妈妈，我无资格做伊的妈妈。丽君，天佑啊，丽珠都交予你啊，我知伊平安无代志，安尼就好。我答应安心离开。丽君，阿英，我跟进你。我已经满足，我无为啊。丽君。丽君。丽君呀！阿英啊！救星！救星！丽君！丽君啊！丽君啊！阿梅啊，阿梅啊，紧出来，紧出来啦，紧的啦！我哪里咧话啊大细，真是话袂大。公主打电话来讲，丽君哥昏去啦，即摆医生哦咧急救啦，叫人啊赶紧去病室抓啦。丽君来死哦，迄嘛因家的代志啦，我是安怎都爱去。哎，你是怕说无要见丽君？我敢有讲要去？咱就已经答应赖长，讲要去找丽君，甲代志讲互清楚，敢毋是安尼？迄是你答应的，啊，我也无点头啊。阿梅啊，我哪去哦？一定互迄个陈丽君哦，你骂甲臭头，我才无爱去咧。啊，是咱家己做唔对代志，就算去互人糟蹋了，迄嘛是家己做得来，莫怨叹啦。要去你家己去啦，我唔爱去讨皮条。袂个，无论如何，你得对我去啦。我唔去啦。阿梅啊，我一世人承认哦，嘛听你的话哦，嘛捌对你做过哦违背良心的代志，即个你得爱听我的，对我来去哦记得清，该回心的，就算伊要拍要骂吼，嘛袂用伊吹胭脂，假。哼，你敢放开啦？这间厝哦，还阁是我咧做主的啦，谁都别想要管我啦。你是老耍的啦？我妈这么急，不知安怎。丽珠姐，你先别烦恼了，茂雄已经在内底看。是啊，做不还你急。丽珠啊，你给我忍耐下。我一分钟我忍耐不掉啊。丽珠，你妈你也冲动。带上希望，你会当过回一点时间呐。是安怎嘞？是不是我妈到即摆还唔见见我？伊只想上大官嘛，就是甲我相认啊。是安怎到即摆还唔见见我？地主啊，你想卖着急。我想着见伊啊，一定是唔敢面对过去对你的亏欠，所以才一直沉沦唔敢去。伊无亏欠我，但我一世人。不管是世人叫我偷跑去，还是打你烟花街，这是我家己的命。但我无怪别人啊，我哪有可能怪我家己的亲生老母？你话你去，我要等你，把我心肝的话跟伊讲好清楚，让伊安心。丽珠啊，我等一下，今嘛高医生回来也急救，等下再讲好不？好啦好啦，遐先坐吼。既然安尼哦，我先来等。袂用的啦，今仔日不管安怎，咱一定要去丽君的面头前，诚心诚意甲伊回信的。
那无，我一世人都无法度安心啦。我卖即摆安怎？伊人已经真心啦，也不过身体真虚。我是惊，搁拖无偌久，你大家有心理准备。我要去见。大姨即摆非常受着刺激，啊！你要离开之前，最好是甲伊讲一声。我能听吗？你稍等一下，好，来。马子哥，你跟阿丽吧去。我的代志，戴尚应该拢甲你讲清楚啦。无唔对，囡仔是我偷跑走的。后来我嘛还阁问我所有的代志，阁阻止恁甲李主相认。把即马所有的代志，我嘛拢承认啦，就看恁要安怎做。你敢若对你所做的代志，一点仔后悔意思拢无呢？我有啥物通好后悔啊？我也无做唔着代志啊。哪一个？你正经还是死鸭硬水杯呢？丽娟，这款人哦，免甲伊讲遐多啦。伊若承认讲丽珠是咱查某囝的话，咱两个请伊出去。等，你莫甲我当作罪人哦。当初伊林通害伊的初产，若毋是我安尼冒着性命危险哦，甲丽珠偷跑走。恁这世人哦，阿免孝顺，要搁改孝顺。照你的意思，毋着讲，我不但袂应该怪你，还搁感激你。迄是当然的。你害阮失去骨肉亲情，听说阮母仔囝三十年，你即摆走来才甲我讲这個，你毋惊孝顺讲扛？我有啥物通好惊？你母仔囝哦，去哪里会当团圆？算起来。我嘛是做一件好功德，就算讲过去有啥物恩恩怨怨，都安尼完全甲伊送落江海嘛，安尼大家欢欢喜喜就好啊。搁变过去旧事是要创啥？那在这三十年来，地主所吃的苦，所受的委屈，你一句话，都想要甲所有的恩怨拢放水人。地主吃啥物苦？我甲伊饲到这么大汉。敢有去予枵着哈？啊，若讲要委屈，迄是你来送入去做酒家女，你还予人安尼糟蹋，予人侮辱，这跟我有啥物关系啊？你，慢激动，慢激动，慢激动哈！哪一个？你有哪是人的爸母哦？这款死电话你也讲不出来？哪一个？做人爱凭良心，因为这件代志。我到即马阁唔敢跟我的查某囝见面，就算伊即马伫咧外口，我唔敢见伊。你敢知影我心肝内有偌哩痛苦？丽娟啊，你拄则所讲的拢无唔对，所有的代志拢是阮阿爸无唔对。阮确实是想要保护丽珠啊，也毋过，阮是无应该好人做一半尔。就当初，阮也会当拆破林头海阴谋，去把囡仔送返给你，就袂害你哦，即马遐尼久啊啦。丽娟啊，一切的罪孽，都是阮阿爸母。他说讲，丽珠啊有任何的怨恨。都给阮来承担，你都莫搁折磨家己，莫搁折磨丽珠啊！你安心去甲伊见面好无？丽娟，
你莫将这个责任哦，家己担起来。认真讲起来，对不起雷主啊，负这个责任应该是我。可以带你去小人国了，是我，不是你。雷克，拢是因为我，才害恁母仔囝受尽这多的折磨和痛苦。这是我无做到尽老爸的责任，甲做翁婿的责任。我无怨你，无怨你。也毋过哦，若讲因为过去的代志，你袂当原谅你家己哦，我就感觉讲哦，我罪孽足深的。李金，咱家李厝翁斗阵的日子哦，也无偌久啊。你莫阁丢地啊！唔管讲李主会接受啊，未接受，后摆日子，我拢在你身躯边陪伴你。哦，袂啦，李主是真善良的人，伊就会当原谅我，甲伊的养母啊，对你哦，我相信绝对无任何的怨恨。李庆，我想哦，李叔在外口哦，已经我真着急，伊也口干哦，拢无目屎，我来叫你来，好。你妈叫你入去。太照顾我，我嘛是，然后那时阿多你一直拢惦记我，因为我唔知要安怎求你原谅我。当初我无应该靠近你去小人国上班。
头就跟他说，我看到你，我就感受。叫人去上班，那是我家己的选择，我哪有资格怪你呢？我知道你善良体贴，就算讲你袂怪我，我家己的心内，你也将袂得过。是我，这个亲生老母。把你送落的烟花，是我予你排着酒干那锁的名声。是我予你受遐尼多的委屈甲侮辱，我对不起你。妈，你唔当遐尼紧张，虽然讲。我继续来个上班，不过我无出卖家己的清白啊。那是因为你一直在我的身躯边保护我、照顾我，你还阁会记得我。我几落间我啉酒醉，都是你出面来听我、替我解围，才无叫人去糟蹋。几年，你对我的保护，佮栽培，我一直拢藏在我的心肝内。我就跟你笑，虽然讲我保护你，我关心你，啊，不过我佮你当作是友情树，我用心计较爱你老爹小人哥。我害你王家的人看袂起，我害你无法度得到幸福，我害你去耽误着你美丽人生。无啦无啦，你莫安尼想，这是我甲刑天的命，你想看袂啊？假使我若无去小人国，我得靠。我根本就拄袂到刑天啊！我嘛唔知你人遮尼好，遮尼善良，我嘛唔知你是遐尼啊思念你的查某囝。我会记得，伫个小人国迄几年，你常常甲我讲，你有我想你的查某囝，你常常甲我讲你对伊的关心，甲思念。你敢知影？迄当阵，我常常在想，假使你的查某囝会当伫你的身躯边，伊一定是全世界上幸福、上幸福的查某囝仔，你知无？做工了忘唔掉，阿母哥，我已经无存偌济日子啊。唔管有偌济日子，咱拢爱用感恩的心
欢欢喜喜过以后每一天，莫阁回头看过去，吼。妈，妈，将青春温温来抱，甘愿一生甲阮作伴，真心对待疼惜阮袂变卦，不惊未来变安怎。落巴肚底，声声对阮鼓励，也无计较社会，作为代妈妈你一个。哎，嗯，主，甲恁小林了吼。我心情吼，一日下来好起来，啊，感觉吼，巴肚枵，就想要吃物件。阿姨，你若胃够好，你就加吃寡。对啦，啊，哪一科的，是不是搁秘伫外口，唔敢入来？你看到恁一家大年，就离开啊？伊就安尼离开哦，伊敢无需要和我甲雷主一个交代哈？你看，卖甲伊管人安尼啊！气坏性命了，无迄个价值了，哦。是啊，就你以后无人当甲咱听山啦，咱哦莫甲伊计较。哎呀，唔知我这个身体哦，会当阁冻偌久。阿姨，即卖哦有茂雄替你治疗，你出去照顾你，你的身体一直愈来愈好啦。对啦，你看，你即卖加半年后精神，气色计偌好诶。剩偌济日子，你老实甲我讲好无？啊！你即马咧甲我问，我真正毋知安怎回答。我看有可能是有奇迹出现啊！阿姨，待你的精神遮尔好，我相信你有法度镇压癌细胞。但国外即款案例嘛真多，虽然医生已经宣布患者无救啊，也毋过后来嘛是过我五年十年。只要你好好跟医生配合，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机会。茂雄，你讲的敢是真实？当然嘛，真实的。妈，我会在你身躯里陪伴你，我一定要看你好起来。好啦，我就甲拼落。茂雄啊，你哦。无论如何，一定爱救我。对今仔日开始哦，我一定好好听你的话。不管你有啥要求哦，我一定配合。因为我即马阁无想要死。我想要甲我吼上心爱的人继续生活落去。阿姨，你做你放心啦，我一定会尽全力医治你的病。时间不早，阿伯，咱是不是应该阿姨好好休息？哦，来来来，你坐。秘书啊，你慢走，我就今日我若醒过来，也是一场梦。好啦，我袂走，我留在这陪你。伊身体是毋是要重新检查一遍？我看伊今仔日元气哦，敢若真好，哦，甲前两感觉拢无同款。免检查啦，今日早起我已经看过阿姨电工啊。哦，情形安怎？肝细胞已经脱开啊，伊当无加钱嘛，算是个奇迹。你毋是讲伊还可以当活个五年，还是十年？阿伯，真歹势啦。我看到恁大家这么关心，而且够阿爷期待，真正事实，我真正是讲不出嘴。
那安尼，真正的事实到底是安怎？那继续拖落去，加加搁再拖三四天尔。阿伯，你来保重。虽然高国荣是一个名医，也不过伊嘛看唔到时阵啊，无你卡得经伊啊，要五年、十年当活的。你别安慰我，伊都已经甲我讲到遐尔清楚，我是无得接受，阮才拄团圆，伊搁要分开的消息，我唔敢。比我伫咧三十年过后，还阁会当找到家己的亲生父母。希望阮一家伙啊，会当好好团圆，生活来去。我感觉借我的血手，才好妈给我几年，好也会当好好有孝。妈祖，请你给我一点支持。笑面红春，花开花谢天注定。心中事无尽消磨，好好清洁万事成。这什么意思？表公弟啊，等等我。哥，太谢。这签是什么意思？你要求什么？我无求啥。我想要问看，我妈身体敢会当平安？这个签诗顶悬哦，是写花开花谢，人生人世，这是世事的轮回，这也是恁人生必经的路途。你最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那呢，我妈真是无救啊！这签诗不是拢讲歹，你心内有一个结，只要你结也拍开哦，你家庭美满，事业发达。我求生，我敢希望我妈会当好好活落去。地主啊，这若是命，国光就换不落去。是安怎天公白白对阮遮尔啊残忍？是安怎？三号，好顺什么上市？六月三号，五月二八，六月一号，六月三号三遍。七八，搁两笔，这么大笔资金，在好顺心上市了，出了煞正跑的口子，我相信这家中一定有牵连。小弟蔡正跑今仔日非常欢喜来参加这乌木窑厂新窑上市好顺心的发表会，咱的运气无同。但不过，咱嘛无啥物天大的冤仇。
所以咧，你得好好行，看看事了，千万唔通来找我。大亮，公司派我来代替你，是公司的意思，和我没有关系。我一定会代替你好好照顾秀，我一定会幸福。应该能确定，林大中是因为挡着因药品的利益，才叫人害死。靠！我一定让这些人受到法律的制裁。相逢。